平凡的我只是一个工厂女工，如今的我是普通的新科珍珠。感恩小宝顾问以及永泉夫人创造这么好的普通文化，感恩弟弟小芳的细心带领，感恩家人与亲朋好友的全力支持，这份荣耀是属于大家的。我是新科珍珠黄婉珍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伟婷喜讯。